美利坚的青年足球下组公布，青年足球比赛部分奖金用天花组分的方式来注目等待一秒。没想到用天花组分人口卡度的奖金，从系中南镇美利斯反地震一道，都谈讲有民众怀念天花打唔通，甚至讲一秒比演唱会跟门票还卡难抢。针对人民的反应，美利坚从气候从系呼吁民众唔学托一秒，做得住就先做，领导就做。苗栗中南镇卫生所青年生意早晨八点开始，同民众来做莫德纳的预防沙，也坐在卫生所杜康等做沙的民众，做系沃卡人大动头同电话来预约，将成功抢到莫德纳疫苗做沙资格的民众。说叫我说，跟你约到了，你来打啊，我就来打了。哎，对对，很难打，很难打，不好打，对对对，对啊。苗栗政府青年足球下组公布，初十早晨开始，65岁以上到69岁民众，做得来注莫德纳的疫苗。是不过部分人口卡度的乡镇，考量一疫苗的数量，将拉本65岁以上到69岁以下，差不多30%的民众注会到。为了公平，就冇用做查来列名单的方式来注杀，改用天花疫苗。所以各个乡镇市卫生所提供以下四只天花号码，拨民众来打天花。是不过开放给你天花能先，民众注当天。天花打唔通，怪人嘅天花做了大部分民意代表同地方嘅行政首长。那真的是因为僧多粥少，所以造成大家这样子的一个困扰。那而后我们也会滚动式的来检讨哈跟改进。那这边也呼吁我们的乡亲，也就是可以上唐凤的那个预约平台去做一个预约。那你可以甚至呢选择自己想要的疫苗。不管你打什么，都有它的副作用。那不必很刻意的，以讹传讹的，哪个好哪个不好，今天中央有进来的这个疫苗啊，我是觉得说有机会啊，我们就去施打。县政府表示，苗栗县所有疫苗注射的顺序，主要照要中央的指示来判断，再来照各个乡镇情况模样来调整。苗栗县政府每再过来呼吁，疫苗全部注射经过国际认证，希望民众唔好抢少，轮到注来打。接下来同疫苗的注射率提高，加强群体的防疫力。下个新闻总之面，苗栗报道。